少产一点，少产一点，少产一点，要求便宜点，要好点，要好点，便宜点，多产，你说要产，产产产多少钱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走吧。这两个前腿，替你的镜头。哎呦，哎呦，前面。这两个前腿啊。 我妈来，我看看，我说，哎呦，大爷准备干一个。哎呦，你别带着了，你装起来。好，咔嚓，捡雷。慢点吧。咔嚓一声没了，掉了。 这脚趾又不知道这是人家去过地的，没有，哦哟，为啥都要过来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快呀？这五元中啊？怎么了？你这啥地方？哎，利索。快。啊，漂亮，走，前走。嗯。 好嘞，掉了，啊，越要缠手指，咱越是给咱们拉咱们河北越要多缠嘴。一样，你一样，咱俩。我都掉粪，你知道吗？这算的清楚的呢。对。哎，都不能照了。我俺们长点两颗眼睛说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越是给我嘴的，这太好了，这他妈有一个逮头，这都得好。 我这都八个月，压根劲儿了。好了，签着了。我走，签了。我溜着，那么中上面着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！走。 铲完蹄子再给我下秤啊！铲蹄子再给我秤，你过二姐给他来。先铲一铲，看能够铲掉多少斤蹄子啊？能够铲掉几斤蹄子？ 这是两个小薄蹄子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前面的两个蹄子啊，大薄片，特别特别薄这种蹄子啊。不行了，后垫下去，不用老虎的后头不用老虎的拐了。后面的两个薄片蹄儿还特别尖啊。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啊，咱们看一下。这不了，后面的。这都全封了，起烂是吧？你都烂上了。这不了。
那叫不了啊，咋都是大天。叫什么大天多了，就叫换一个咱俩呀。知道。拉两天了，怎么了你们低了？咱们是讲花着讲都有大天了啊，这怎么了低了？这没有用，这不要费这劲，给你们弄弄安上，是这个意思的，是吧？那你叫不了。他这样一整买了，你让他给我。